这么开心啊，帮你留了车。哦，谢谢你啊。我有一个设计上的问题想问问你。哦，可是我现在打工来不及了。那就一边走一边说。其实我不是特别想听。不想听我说话？想听唐明轩说话？对啊。你喜欢他？对啊，我喜欢他。不过我说，你也太过于干涉我的生活了吧？我只是想提醒你，他并没有你想象那么简单。再见。康不是挺开心的吗？轩哥，来。这是那个 SLC 发来的邮件，您看一眼。你要约我后天见面？真的？那太好了，那我现在去给您订机票啊。哎，等一下，那个您得把那个下午的时间空出来啊，跟雪玲去一趟李师傅那儿。您不去啊？我跟您说，那个什么陆军，他要无赖起来的话，估计也就您能镇得住。那这样，明天上午等雪莲开完会之后，咱们一起去。啊，行。那早点回去休息啊。不是，还有一堆文档没处理呢。早下班不喜欢？喜欢喜欢。那您早点休息啊，我先走了。好嘞，拜拜拜拜拜拜。想跟你说说今天我打工遇到的事情。今天打工的时候呢，我碰到一对老夫妻，他们差不多七八十岁，然后坐在那里呢特别的恩爱。看着他们我就在想，我七八十岁的时候会在哪里，会和谁在一起。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呀？你微笑的模样烙印在我心上，许的愿望要爱我很长。哦，对了，明轩，这个是新装发布会的场地合同，你看一下。我等一下再仔细看吧。雪玲，有些事儿我想要跟你好好聊聊。所以你这次去巴黎没有见到米娅？嗯，昨天晚上米娅给我发了一个邮件，而希望我过去当面聊一下。那就好。明轩，我真心希望你能谈下 SLC 的项目，这样我就不用回家听到我爸说那些风凉话了。
你都不知道，因为我支持你去巴黎，他老人家都跟我怄了好几天的气了，还说什么白养我这个女儿了。李师傅，你先不要着急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你慢慢跟我说。你个臭小子，你天天怎么又出什么事儿了？不是那个 SLC 的米娅又发邮件了。咱们不是约好明天晚上见面吗？我估计啊，这次咱们去不了了。他说暂时又不想见咱们，还说要约下次。又下一次？就是说呀，这一次又一次的变更时间，他们真太过分了。咱们还是去看一下。行了，那我去准备一下。荣光，哎，算了，取消。